早上起来，人肿得跟个猪头一样。先别带吧，待会儿需要带的时候再带，放在兜里。哇！我又可以搞破坏了。现在才刚8点，外面一个人都没有。是不是这种车门它就打不开了呀？我要是能够进去就好了，这一片都是我的了，我就真的能够打滚了。这个公园就是之前我在春夏的时候过来跑步的那个公园。这个池塘就是之前在我的视频里边经常出现的很多小鸭子在这边游泳的，但是那些鸭子去哪儿了呢？它们去哪儿了呢？还没有陷下去。我要给我自己做一个王库。现在可以说是这个公园就只有我一个人。我待会儿有一个我这一学期我的那个研讨会最后的报告，我终于熬过来了，因为这个研讨会算是我们系里边所有研讨会里边最麻烦、最难的、最熬人的、最折磨人的一个研讨会了，但是我还是选了，因为我觉得反正都学东西吧，对吧？就难点儿无所谓，反正都是学东西嘛。我再准备一下下，还有10分钟开始。6 Stunden plus 8 Stunden. Wir haben gehört, Gesamtheit von 230 Teilnehmenden, dazu männliche 41% und 59% weibliche, die aus der Jahrgänge von 2004 bis 2020 sind. Danach stelle ich die deskriptive statistische Beschreibungen von unserer Stichprobe vor.Nämlich die Empfehlungen der Wohnort, Altersverteilung und Bildungsniveau. Erstens die Empfehlung zum Wohnort. Also ganz rechts unten, es gibt eine kleine N. Das bedeutet die Menge der Leute, die tatsächlich an diese Frage geantwortet hat. Dann später in unsere folgende Folien noch eine kleine H-Vormerkung sehen.
wenn die Daten sind durch Mehrfachlähmungen beschäftigt. Zurück zu diesem Backendiagramm. Wie ihr das seht, wir haben die Probanden auf 5 verschiedene Umkreisgruppen eingeteilt. Orange Farbe ist der Potenzsatz der Stichprobe. Grüne Farbe ist der Grundgesamtheit. Wenn wir die Anteile in jeder Umkreisintervall vergleichen. Insgesamt ungefähr 80% Teilnehmende innerhalb 50 Kilometer von Freiburg und dazu mehr als Hälfte der Teilnehmende innerhalb 10 Kilometer von Freiburg. Danke. Genau, ich mache jetzt weiter mit dem Weg zur Traube. Genau, das haben wir so.刚刚去了一趟超市回来，之前有很多小伙伴都有问我，就是有一些吃的一些东西，所以我刚好今天去超市就买了一些回来，可以给大家讲一下。我先说我在那个奥拉托号超市买的，这个是一个那个红薯片，就是其实它是薯片，但是它是红薯片，就是全红薯的，而且它是这个椰子油来炸的，所以还比较好。这个就有点吃起来有点像我们以前小时候的时候那些挑扁担的那些人，然后就是挑的这种卖的，一条一条的，就这种，就是这种感觉的红薯片，真的很好吃。然后就是买了我喜欢的绿豆和红豆，可以熬汤喝，比如绿豆汤、红豆汤，但是就是熬很久，至少熬3个小时吧，2-3个小时才能够熬成那种绿豆沙的那种感觉。然后嘞，还有一个这个奶，这个奶也是我很喜欢的腰果奶，而且它是无糖的。其实这个牌子很多人喝它的那个椰子奶，有点像椰奶那个。那个我去前年的时候比较喜欢喝，但是从去前年差不多开始，然后我就吃糖吃的比较少了，所以我都是吃的这种无糖的，就没有太甜的东西。这个重磅推荐，这个东西真的，这个就是一个冰冻的提拉米苏蛋糕，然后它也是有机的，然后上面撒的是一层咖啡粉，就很好吃。我一个人一口气一盒我全部能吃完，就是我很少吃甜的东西，但就是这段时间吧，我觉得压力很大，所以我就买了这种一盒一盒的这种蛋糕回来吃，还挺好吃的，而且是冰冻的。冰冻的蛋糕的话就感觉有点像吃冰淇淋，但是有点像吃蛋糕，所以真的很推荐它。这个鱼呢，就是我在我跨年的那一期 vlog 做的水煮鱼用的那个鱼，很多人都在问他，我就是买的这个牌子的这个鱼。然后我还要重磅推荐一个虾，就是这个虾，这个虾也是我平时在我的 vlog 边经常出现的，它是那种带壳的虎虾，所以就是真的煎起来什么都很方便。如果说你不要壳的话，你也可以把它就是解冻了过后，那个壳的话你就可以很轻松的就剥落了。而且它这个虾是去了虾线的，所以我超级超级推荐大家一定要在黑河超市去买这个虾。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东西，荔枝罐头，自己自产自销的一个那种毛豆，然后这个就是可以炒鸡肉啊，或者炒米饭啊，这些都可以用到它。好了，别的都没什么了，都是一些什么蔬菜什么的了，大致就是这些东西，然后准备收拾一下了。哦，我不是昨天把那个我的研讨会弄完了吗？所以从今天开始呢，我就要开始写我的报告了，我就要成为一个快乐的码字机。唉，掉下来吗？
不会。啊，太好了。完了，它往下面漏了。我去写报告啦。Saving, she's hiding inside the breaking.